服了，家人们，今天老赵居然要为我做不可能的事。你在侮辱我的智商吗？活这么大从来都没有在深圳见到过一滴水，一滴都没有啊。听说到做到，我要不等你看到水我就你就怎么样，我头屑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可以打扮漂亮一点啊，不然一会儿肯定得后悔。快抓紧时间，一会儿雪憋回去吧。憋回去，嗯，当然是把我的宝贝拿过来就拿过来了，心有灵犀啊。手法挺专业。我知道你之前送的花是圣诞金盒里的111A 吧，圣诞必备红棕色，有质感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有鸢尾花的味道，香。冬季冷感美人就是你啊！深圳还有这种地方？喜欢吗？虽然不是真的雪，但是还是很幸运。就是好幸运的，我是能够遇见你啊。 Baby 我总想太多，却不会在你的面前说，却不